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为大家现场直播2010年金立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最后一轮，也是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啊。那么今天来为我们做大盘讲解的呢，是张文东九段。张老师您好。哎，大家好。那么今天这盘棋呢，非常的关键，就是关系到谁会夺得冠军，谁会降级。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盘棋呢，是广西华南队的李康六段和山东景之酒业队的范廷钰三段的一盘对局，这是双方的一盘快棋。那么这盘棋呢，将会关系到这个山东景之酒业队他是否会降级啊，因为他现在在降级圈嘛。现在已经确定降级的队伍呢是杭州队。对，然后另外一支在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可能会降级的队伍呢，是山东景之酒业队和另外一个四川骄子队之间产生一支啊。山东景之队会那个形势会好一点。对，他现在是领先四川骄子，但是四川骄子今天的对手呢是杭州队，所以说呢他今天形势可能会胜面大一点。所以说呢，对山东队来说呢，这景之酒业队来说，他今天是否能取得胜利，将是他保级的关键。山东景之队领先四川队2分。哦，是这样。所以他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他今天只需要拿到1分呢，就可以了。哦，拿到1分，就是说他就可以保级了。对，他就可以保级了。那我们先来看棋吧。一边看棋一边来说这事儿。今天这盘棋呢是由范廷钰执黑先行。对。白棋下了2连星。今年的这个范廷钰这个小棋手呢，那个发挥非常好。对。在这个他的这年龄，他今年才17岁吧，也就反正肯定不到20岁，就看得很小。我就是没有17岁，应该是14、15岁吧。这么小啊？对，非常小。天哪！非常小。那他现在有这样的成绩，真的很不错。应该说，山东景之酒业队之所以能够保级，因为之前大家都很不看好这支队伍的保级前景哈。之所以能够保级，他绝对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对，这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他的那个发挥非常好，而且那个赢孔杰啊，赢这个常浩什么，那个实力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我想通过这个比赛的话，范廷钰的棋力肯定也得到了一定的增长。对，这围甲联赛呢，对年轻人的成长呢非常有好处。对，是的。他下了一个小飞，黑棋。然后白棋飞进去的时候，黑棋下了一个靠的变化，这个好像是流行定式，是吧？最近比较流行。这个靠这个变化呢，这个在十几年前啊，韩国棋手呢，当时呢是非常喜欢下这个靠。当时我记得比较深刻，就是李昌镐呢，那个率先下出这个靠的这个下法。那么呢，由此呢，那个产生出很多的这个变化吧。那么这个搬这个。那么呢，黑棋呢就是断这个，如果你走这个，它一打吃完了长，这样是一个变化。也有呢，就是搬了以后搬上边，然后立下来的。白棋立下去。对，这样。然后呢，黑棋小尖，白棋走这个。再压一下。对，再压。然后呢，虎这个。对，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的这个棋形呢是虎在这儿，而不是虎在这儿，因为往往很多这个爱好者呢，他喜欢的就是说尽量朝外，这个道理呢是好的，就是说虎在外边呢，朝在外边。但是呢，就这个局部而言呢，虎在这儿呢，这个无论从眼位啊，还有这个目数来说呢，要好得多。因为将来一爬这一挤，这块就基本上就活了。那如果走在这儿呢，被黑棋一盯呢，这里的那个变化就。无论是从眼位啊，还是从目数呢，都亏损。这个接呢是最近开始这个流行的下法。以前呢，接这个的时候都少。以前，白棋黑棋在这儿，跳单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个
白棋虎这个比较多，对，然后呢，顶黑棋顶这个，这个时候呢，挖粘白棋，对，白棋挖这个只能往底下打哈，对对对，然后它你如果说是虎或者粘呢，那么白棋可以白棋就藏在这儿，那里差一段点。如果你走这个呢，它呢就再退回来，白棋藏回来，对对对，退或者藏这个都有的啊。这样呢，这是以前我记得那个，这个就更早了。对对对。聂卫平老师呢，特别喜欢这个虎完了以后挖粘这个。那么这个小飞呢，是稍微有点不同。但是呢，这个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立的比较多，然后到对方接以后，就刚才咱们摆的参考图。那么这个接呢是最近，对，大概也就是最近三四年吧，对，近几年是的，流行起来的。黑棋小接三三，小接，然后白棋压一个。这个黑棋呢跳呢是棋形，如果说你单长这个。那么这个呢就变得重，它如果再压还得长，哎，对，你仍然不能搬啊，被断掉了，所以它跳呢就比较轻。如果说你走这个打吃，对，这样呢这个呢就看上去呢要比这个长的要形状要轻一点，就这两个子呢是可要呢也可弃。所以针对这种棋形来说，人家压你两个子的时候一般都是跳的。对，因为这个地方肯定不能搬，被断掉了，长呢又嫌重啊，所以跳出来的形状会比较好。对，挖粘了之后呢，黑棋选择的是脱先。对，他就挂着。如果说这个地方张老师他要硬的话，黑棋一般会怎么下呢？如果他自己补的话，是不是比较困难？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如果说你接这个呢，肯定是非常难受的，对吧？然后呢，要如果说虎这个呢，将来呢，人家这地方立的话呢，就是说也不是很舒服，这个而且这个形状那个几乎就是谈不到这个能够攻到那个攻到白棋了，所以呢，他这个采取脱先呢还是不错的下法，因为将来如果说这里面那个争子有利的情况下呢，再搬过来，白棋就比较难受，因为你断了，走这你争子不利，你就要尝让他再把那个给吃掉。啊，那这个吃的就很，吃的很不舒服，至少是他只能尝着吃，只能躺着吃。现在是争子有利，他可以争子有利的话，假如说这边有个子，对，然后这个再吃这个，顶掉。这个你看这个形状也是很大的，这，对，这里等于是，一人走一个嘛，那么呢，这个整个这边也是很大的，你这边呢还不能够，就是还要再花一，还得再走一个，那么就黑棋这黑角，围的效率很高啊，整个角都一点棋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黑棋呢会等待时机，是。实战黑棋呢选择了先挂这个角，我记得前一段好像龙兴杯上是。高伟生路跟木真硕，木真硕下的是这个，然后后来被人家逼住了之后，高伟生路就直接在他头上震了一下，下得很有气势，对，六路震了他一下，下得特别有气势，然后那个高伟生路后来赢下了那盘棋，还下得挺好的，所以这单一个局部可能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他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走法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如果说走在这儿呢，就是白棋肯定是不能着急去断底下，是吧？他比如说他要想办法先在外面走一走，像这种地方逼过来，还是他要吃也可以啊，就现在就吃，对对对，吃完了以后立这个立下去，就是说这里要吃的话是这样吃的，给大家那个想立下去，然后黑棋现在不能打吃的话，他一打这个，然后长出去，然后他可能这时候会大概就又虎一下，然后白棋把它吃掉。对，黑棋实战挂了这个角，然后白棋跳在四路，在这儿。然后再贴起来。贴这个的时候一般白棋是不是要考虑在这边要动手啊？
哎，我看他们有的是就这样打吃立下去，对，然后再糊这个，糊一个，然后就这样吃掉，是吧？对，是这样想。嗯，这个地方糊一个比接一个要好一点，是吧？糊一个再靠近一点这边，因为他将来这个打吃是、还是黑棋的先手嘛。但是实战白棋没有这样下啊、走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这样很现在好像比较注重这个外边的局势，对，他这儿厚了以后本身也要在那块找回这个便宜来、对，他先逼住这个了、然后逼住之后呢黑棋飞了脚在这儿，哎、白棋又靠了一下，嗯，但是这个靠跟刚才那个靠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刚才那边这里呢是一个无忧角，然后间隔距离比较宽，这边呢白棋有接应，但是呢距离要窄一点，我觉得，嗯，然后这边子力的配合也不一样，这边这个跳好大啊，看着、特别想下是吧？对，想争个先手，然后抢到这个，嗯。实战黑棋选择了下扳，对，扳在这边，对，然后黑棋翻吃，对，长，这个就是这个争先手的下扳啊、您说他要争先手、赶紧争到这个跳是吧？对对对，如果说白棋现在打掉的话，打这个、他是如果你走、如果打掉 你现在打这个争子还不利啊，所以只能走这个，哦，嗯，他这个碰的时候呢，黑棋扳在下边，嗯，它就是跟争子有关系，跟争子有关系。对，现在能争掉吗？但是能争，即使能争掉的话，黑棋如果能跳到先手引争，是不是也可以？现在可能比较明显，它是打到这儿容易争，然后长正好打死了。哦，好，这地方正好给打死了。但是黑棋跳到一下的话，跳变成是绝对先手。还是要的，拐这个哈、它是拐在上面的，嗯，然后长这个，单长，然后白棋压一个，黑棋贴起来，在这儿，扳住，提掉。啊，我其实觉得这两个都不用交换吧，单提是吧？不。现在这个那么大，还不把这个跳起来？对，赶紧看这个跳，实在是太想下了。因为现在白棋、制高点，这是白棋你不太可能这么吃完了以后打这个。打这个的话，这两个子吃的也不太干净。哎，对对对，所以呢，你要走这个呢，我还是不理你，因为这边整个都小了。我现在我打这也可以，拆那边也可以。你如果说要是走这个的话呢？我再尝这个、这个机会刚刚好、正好趁他要攻击这三个子的时候先尝他一下，对，你现在想直接吃这个也很难，因为我这尖一个、底下总能做出两只眼来就行、要求不高，所以我觉得那边那个黑棋呢就应该是告一段落了、反正不管你白棋在那儿走什么、我呢都抢到这个最大的这个下巴跳出来，哎、确实就强调这个跳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是有了这个跳之后，黑棋这边然后对于全局的辐射都是非常大的，对，这一看就是这一眼见好点，我非常喜欢下这个、而且这个冲了以后断，冲了以后再提掉，还是然后白棋爬进去了，白棋这个拦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看着这个爬的，对，就是要黑棋现在搬出，他现在从这里搬出来，会不会觉得有点作战稍稍有点勉强的感觉意思啊？他是肯定不太想从这里呢，就是他这个铁皮这一块呢，比如说从这边这种地方跳出来，他觉得不舒服，因为你走这个的话，他顺势呢就把这个给补上了，然后他一个人还得慢慢跑，将来这个搬也是很大，是的。但我还是强调，就是刚才那个黑棋这提，赶紧把这个跳出来，跳这个，这样呢，你尝这个，我就很自然的可以走这个，走这个，你还不能那么压过来，压过来我顺势就，从那下面就跑了嘛。是的。他实战搬出这个挺凶狠的。
搬出的话，白棋一般都会断掉它吧？那逼着白棋也没办法，只能断了。他实战先在这儿小尖了一下啊，不过是也就是尖了之后，他就给它断掉了。这搬的如果说不断的话，那简直就是。哦，太退缩了，就感觉。那你没你不不断，你走这个他还要搬啊？那跟你搬没？不能退是吧？哎，对。嗯。所以你只能断这个。嗯，必须得断掉它哈。断这个，然后黑棋长。嗯。长这儿，白棋立下去，挡一个，长。我这个时候觉得挺替黑棋担心的，难道说这两个子跟这边这块棋，因为两边都觉得它没有太好，是不是觉得站起来比较困难？这盘棋是快棋，那个每方30秒钟呢，我们要那个，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哎对，进入到黑白两方的这个世界，就是说快棋的话，它是一种凭感觉下的，所以，咱们呢也当成一个太极来欣赏。对，哎，张老师，我知道您是那个北京中信队的一员哈。不是了，现在是那个，现在我们等于是为那个所有的这个围甲联赛呢服务，整个这个围棋部是这么一个工作。对对，因为张老师现在是围棋部的主任，所以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哈。今天应该说是抽空来给大家讲解这盘棋，挺不容易的。整个这个咱们这围甲联赛呢，也是各个队呢就是非常的那个重视啊，这个比赛，然后。现在也给那个很多的年轻人呢，提供了很多这个锻炼的机会。没错，很多的年轻棋手，就像典型的这个范廷钰，就是从围甲当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而且如果没有联赛的话，他们根本就一年没有那么多棋可以下，就是几大那个像段位赛啊，还有个人赛这样的集中一些的比赛。但是联赛呢，它拉得比较长，对，它可以让年轻棋手每个月都有棋可下，每个星期都有棋可下。像我们呢是非常想下，但是呢，这个机会还是应该是那个年轻棋手更那个需要的。嗯。现在黑棋断了这个了啊，这个真的是很凶啊，对，凶狠的下法啊。那边那块棋呢，由于黑棋这个是不是算可以算它拖了几都可以算，对，它拖一几先生，这块应该是没有风险的，就至少是活棋，底下你要杀它基本上不太可能。对，所以它现在这边挑衅先把你断开。嗯，打，他先跟那儿走了。哦，他打了一下，可能是打将一类的下法，所以快棋但是有的时候就看得比较打将的手法多一些。这样我们看到这个白棋呢，虽然是30秒钟一步，但是呢它这个筋呢掌握得非常好，单靠，哎对，直接就靠在这儿。这个我们大家那个游戏爱好者呢，看这个职业棋手下这个重要的比赛，欣赏就欣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欣赏这种手筋的地方。对，就是这个，即使是30秒钟，嗯，我觉得即使是20秒，这个职业棋手呢，这个感觉也是在这儿，都会反映出来。对，因为你如果说你这样那个俗俗的打吃，然后再靠这个，对，然后再靠，那这一下子这个味道就差不多，一下就松了。是的，将来人家这个拐还是先手，这要不然你这要加。对，那个这边一打吃呢，这个也就这两个子也没法跑。对对对，被冲出来，底下两个子要这一下子就松掉了。对，包括将来这块的这个形状啊都不一样，人家尖的时候这个爬也不一样。因为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以后要补的话，白棋一手棋要粘在这儿，对，他不要这一下这下边那个也不一样。对，是。但是千万不要说这打吃，说我这样也把它吃了，那这个就差太远了。哎，对，那是走这个的话，这底下就味道差太多了，这变成绝对先手了。差一气，嗯，这差一气实在是差不起的。所以他是要单靠，单靠呢，这黑棋不可能说你这样去冲出来，那就不像样了。哎，你冲他一打吃一走，一打这正好还是把你给吃了，吃掉了。黑棋打吃这个，白棋这个棋筋不能再粘了，它粘在这边把自己补干净，抓掉，这个形成一个转换。
可以说是。哎呦，这个转换是可以说是从这个黑棋搬的时候开始啊。那整个这边这个本来是外边的面都是这个白棋的，现在这个已经这边就支离破碎了。所以这个白棋呢也是必须要把这块棋给杀死啊。如果不杀死的话，这边的损失可能就无法挽回。对对对。所以我们看他这脚是怎么吃的，他是单长在这儿。这样应该吃干净了吧，脚上。这个跟这一口气就很有关系。对对对。如果刚才这棋是，松着的。那么呢，这将来这个地方的味道呢就很怪，因为比如说它一尖，是的，你这里还不能跳，你跳在这儿的时候，它一爬，这边那个味道就，它现在这是紧的呢，这里就再活起来比较困难，撕干净了基本上啊。然后黑棋，他应该要在这边加一个吧？哦，他是走在这儿的，他要吃棋要吃到这儿去，这吃的也够狠的。他意思是以后我要这样吃你，这样跳起来吃是吧？这吃的是不是觉得有点不踏实呀？心里面觉得，如果说这样的话，白棋逼过来，他跳起来，他准备这样大吃吗？是不是这样想？我觉得他有可能吃在这儿吧，吃在这儿好一点。要是我本人的话，我觉得吃在这儿比较牢靠一点，踏实一点。确实吃在这儿好像觉得里面容易出问题。吃在这儿，将来这地方是不是还是有点那个，比如说刺一个、跳一个，对，吃在这儿可能比较牢靠。他白棋也不会那么甘心，就让你吃的那么大。这个子你下得太远了，他就不让你吃了这个地方。白棋靠这个，然后黑棋搬。白棋长。一起立下去，小尖。这个局部黑棋应该不太容易杀掉它吧？白棋都已经下成这样，而且外面还有一些薄味儿。不过这地方味道也挺怪。其实要是我觉得黑的白的立下去，立这个时候比较安全一点。立这个的话，黑棋要挡下去吗？如果不挡好像没法杀了。你挡下去我顶着点。顶一下，那我就长吧。那我再煎了。这基本上已经活了吧。这个要是被白棋活了的话可是够大的。对。但是你要如果说你走里边的话，他这一打就跑出去了。对啊，这打的虎已经罩不住了外面。反正立一个，你如果走这个他退，那么呢这边我可以跑出去。是啊，你要如果挡的话，我一尖也基本上就活了。对，这个退这个还立在这儿，那你下一招必须得走这个小尖。这个你走这个，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展现了手筋。这个点在这儿，这个点呢是比较凶悍。这棋是点在这儿的，这个棋形哈。确实，我觉得这30秒一步的棋，要把这里面的死活都算清楚，实在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不太确定范廷钰当时是不是就看清了，说这点进去。这个点确实是有筋的那种感觉。对，是。你如果走这个，它长，我们也是。白棋站上。对，就是并没有对这盘棋呢进行那个深入的研究，我们和大家一块儿呢来看一下，讨论一下这盘棋的那个。但小飞，那我只有挡住，然后再跳进去。跳这个。那这局部已经死掉了，局部肯定是不活的。对，但是你这边断它长，那它也能跳出去，从这儿走呢，它也能给你夹住。所以局部的话呢，这个还是很凶的。他如果说现在冲这个，挡住，然后白棋拐一个，这样，黑棋得搬吗？搬这个。搬我就，如果要进杀的话，挡住他要粘一下，是吧？对。你可以先。我可以先铺一下，然后再打吃，然后再靠断这个。那我这下要先冲掉它吧。你甚至于这地方铺完了以后，
你也可以这里铺，先铺掉，多把你的那个，哎，这个很重要，有可能跟外面有关系。嗯，然后冲这个，嗯，对，再断一个，嗯，这黑棋要想吃它的话，是不是外面要准备要二路要爬火，还是断这个哈？断断这个。哦，我知道了。您是不是可以挤我一下？挤一个，挤一个，你接上。挤一个接上，对，跳出去，这样好像白棋不太行。嗯。如果您单长的话，我可以考虑搬了。哎，先让他爬几下、这个、再说。对对对尽管很复杂吧、嗯、对但是呢他反正是把你局部的那个眼给灭掉了、嗯、如果说能挤了然后跳出去的话那白棋、啊、这已经撕得很干净了啊这不容易活了对是的、嗯、看来这个点真的是很厉害、哦、点一个白棋除了唬住还能有什么办法吗看他实战好、嗯、他实战挡在外面把眼撑到最大对但是这里面显然是不踏实的挤这个对他挤这个挤在这儿这棋可以嗯我刚才还以为他是挤这儿的他是实在是挤在这儿挤在这儿好像更好这样你挤这个的话挤这个看起来白棋也不太好活对挤这个也是一步不错的棋、嗯、不过他这里是先手的话他现在先断他要断出来嗯就是直接就走你刚才那个办法、啊、这挺好是如果您挤在这儿呢跟外面这个气有关系的话这里可能就不需要爬那么多个就已经把白棋气收死了哎就是他挤这个你如果接呢他先不管外边呢这边先给你吃掉了对他这挤挺厉害的一起粘上然后粘这个哇现在白棋都不能粘粘上的话黑棋很简单一扳就把它扳死了对对对就差一口气、嗯、白棋三口气黑棋四口气外面打了也没有用你要走了、嗯、你只能是打那个劫这撑劫对这个劫呢是不太容易打的劫撑得太辛苦了因为他每收一步棋对都是一个劫太辛苦嗯所以下成这样了那等于说可以把这个地方白棋就已经宣告死刑了他还有很多就从外面对我看他那个哦搬这个嗯还可以这样挣扎哦、那黑棋只有跳出来现在哦然后白棋打吃嗯打吃这个粘上这必须得粘要不然都过了这地方对对对、嗯、然后再贴在这儿这个应该是黑棋啊从这个一开始走到这儿的话呢应该是取得了大成功、嗯、因为他首先这个角你看刚才他即使是吃的很小的话呢、嗯、也不过如此对现在他能提在这儿就这个实控很多而且这地方呢还围起一道后势、嗯、让这个白棋呢在这个黑棋的铁壁上那块撞来撞去的对显然白棋这里面这个靠了退的这个下法嗯，有点失败，看起来。哎，刚才要是刚才您说那个立，对立这个好的，嗯，立了顶了，然后再尖，至少看不到这个里面说一击致命的手法，黑棋没有。但刚才那个形状下成那样之后，被黑棋点在这儿，白棋确实是很头痛。就是咱们可以那个赛后的时候问一下这个选手啊，嗯、就是说问李康，哎，当时呢是不是注意到他这个点的这个，嗯、而且。有没有什么心得呀如果说是白棋立的话呢、嗯、那么担心这个对黑棋怎么下法嗯这个范廷钰对于棋形的感觉真的很敏锐这种地方、嗯、而且在快棋当中对对30秒钟以后的快棋这个点进去立马就给白棋致命的一击、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嗯
像我们看到黑棋打吃完了接上，然后贴了这个白棋虎，翻一个长贴，再压，再压，现在白棋还是得硬啊，不硬也不行啊。他这个压其实已经可以考虑提这个，先提掉了啊、因为提这个也不会担心他走这个呀，拐过来，你走这个，我这边就挂一个，然后就脱先了。他要再压一下，他这个提一下不是很大吗？目数这眼见的20多目吧，得跟白棋接上相比的话，哦，接上这个角上还是一种对杀的状态，是吧？觉得这个30秒一步棋真的是很考验双方的计算。嗯，他压这个，这个，然后他接上。嗯，就大眼一看，觉得这个比气的话，白棋5气，黑棋4气，觉得黑棋慢一气。他要不然就是本来一准备压完了以后补在外边。嗯，我们看看里边的杀气是怎么回事。嗯，他爬这个啊。白棋脱先了，他拐在这儿。他如果说挡这个的话，已经死掉了吗？挡这个。哦，那去。1、2、3、4、5。他可以扑一下吗？先长期。这是长期的吧？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吧，这个地方。嗯、然后小尖。接这个。接上，再怎么收？夹在这儿收吗？啊，真是不黑棋快一气啊！嗯，正好快一气。您是不是单立下去扑了，然后单立一个？哎，那正好慢一气。你接这个，那不行，那我得爬一个手吧，这里。嗯，不能夹着手。那么你刚才既然是想站这个，我就让你站了。然后我再走哪？我是走这个收吗？这个是不是好一点？对，我走这个，你走这个，我走这个，你看啊，这样子吧，这里正好差一气，黑气快一气。如果说是哎，走这个，走这个，哎，这样，这样就是把白棋给杀死了。嗯。居然这个地方是长一棋哈，它可以提在这儿。我们注意到这个很巧妙哈，下的就是。但是刚才这个立这个非常好。没有，他好像挂在这儿也死了。那么就是说，刚才白棋、黑棋压的时候，你长里他也是准备走这个的。嗯，就是说他提到这一下，他哎，他底下能长出一口气，等于说是。所以这个提到这一下，这对气收气是至关重要的。哎，那我们说这个棋，你压的时候，他压的时候白棋脱先，他接在这儿了，然后黑棋提这个，等于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接呀、啊，嗯，那么他还不如不接是吧？对啊，你如果走这个，那我们就反过来推啊。如果说这个时候他是提还是走这个呢？他应该只好提了。因为你走这个的话，这是我有这个，对，他有这个先手。嗯，对，是的。是吧？他接的话呢，这一提以后呢，那边就变成静死了。嗯。那这样一来的话，黑棋只能补到这儿去，等于说。哎，补到这儿，那这地方呢，基本上就不能够飞出来啊，这些手段就没有。这个差个提还是差很多。嗯，因为黑棋一样是吃嘛，只是，如果提在这儿的话，收几气，那差两步棋，那跟这儿多个棋子还是差很多。像我们摆了一圈下来以后呢，发现呢，这个贴呢是黑棋的权利，对，等于贴这个呢，你是需要尝这个的。嗯，那么呢，白棋黑棋再提这个，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分算。嗯，我们要看，如果说是不算成这个。刚才啊，就是收气，而且呢，这黑棋提在这儿的话，如果他简单的走这个的话，我们给大家那个形式判断一下，好吧？好。嗯，现在呢，应该是轮这个
跟白棋下，白棋因为它长，黑棋提掉。现在、我们看这还有没有什么借用了？应该没有什么借用了啊。那看起来死的挺干净的。对，可能这一代会是不是有点那个？有点先手。对，如果说是先手的话，这一尖你就点进去一小尖，哎，对，稍稍有点味道，有点味道，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气的。那么这一块那个。时间咱们点一下，给爱好者点一下。这个是六个子十二母，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3、25、26、23、23、27、38，39，也就能点到这儿吧。现在暂时40吧。对，到这儿是40。再加上这儿的那个一点。40亩肯定不止，因为这地方黑棋好歹还欠一点亩数。发展的，应该是有40亩。那么黑棋呢？黑棋这里是1、2、3、4、5、10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亩，27，27、40，那这边是白棋有15亩左右的优势，但是呢，这地方呢，黑棋这儿有一道后势。那么这边呢，现在轮到白棋下。现在轮白棋下。对。那么这边这个无忧角，加上这一个边，应该最起码应该有20亩。20亩只会多不会少。只会多不会少啊。对。然后加上刚才那个是40。这27。27、47。47这边呢是肯定是10亩棋是肯定有的，这个威力对吧？57、57，那么呢黑白棋是刚才这儿40亩，但是呢现在呢它跟有一个星，它还可以走一个。应该说这么着判断下来呢，那个我觉得这棋是黑棋呢好一些，但是也不是说那个没有说是压倒性的优势哈，特别是快棋呢应该是还可以继续那个是的。实战呢是这样，实战白棋在这儿粘了一下，这又亏了，等于说，因为他没有长这个，他粘了这个，然后黑棋是提在这儿，白棋长，他吃在哪儿了？哦，他扑了一下，提掉，然后盘。我也是，那个刚才看啊，如果说你粘的时候，他要搬在外面吗？对，有没有可能搬在这儿？搬在这儿呢，你挡这个。对，我挡。挡这个，他扑走提走这个走这个，啊，他这个全都活在里边了。对。那么他还是。他还是选择了木数，他提在这儿，提白棋长，他扑了一下，然后爬，这样的脚已经吃掉了。现在。对。然后白棋拐，这个拐头非常大。如果再让黑棋这样过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这黑棋。不过我觉得这个好像您还是觉得这个更大。对对对，这个被挂一下很难受啊。确实。因为我如果有了这个的话，我不担心你压了，你压我就跟着你尝的事儿。如果要是我选择的话，我还是选择这个小黑是吧？对，眼见的这个。对。一个大场哈，实战李康是下了一个拐，那这样呢，下面这个挂角就被黑棋抢去了。对，他实际上是走了这个，这个其实这样的一个局部啊，让我想起来啊，那个时候那个我们也是就是在国家队那个休业时代呢，当时呢经常是看这个小林光一他们的棋谱，那我看他们那个下的时候有一招挺实惠的，就直接就尖在那尖顶，然后小尖吗？哎，对，小尖啊，小尖，把空牢牢的守住。对，特别是你这里呢，那个特别的扎实的情况下呢，就选择这样的下法。如果说这边可能过来一点的话，他还有可能小飞，是不是？小飞，也但是小尖已经很牢靠了，已经挺好的。因为我现在并不担心你走这个，走这个我走这个，你这在里边
这个子现在还要点进来说要活棋呢，基本上对，那就更说明我这块应该下贱了，对吧？最多也就是官子便宜一下，但是这边就很损了。嗯，就是说这个，而且这个尖顶完了小尖的形状，对于脚步来说，它还守得非常坚实的。对，你要是刚才这棋是四十的话，那我这一小这块就变成了五十目了。对，五十目的话，那从目数上来说，最起码没有让黑棋呢拉开差距。对，先目数上先撑住。对，不要拉着差距太大，这样的后半盘慢慢追赶。好，那你往这边挪一路的话呢？你想吃这块黑棋或者说攻这块黑棋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嗯，是的。嗯，然后黑棋飞进去了。白棋扳住这个头，他好像一直强调要在中间，要怎么说呢，要削减一下黑棋的势力，然后最好把自己中间下的厚实一点，白棋的意图是这样，看起来。我实在是觉得这个不太对，有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是吧？就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白棋一直想在中间把自己加厚一点，但是看起来呢，黑棋这块棋非常的厚实，因为有了这个一路的打狮和虎了之后，底下的眼位太充分了。所以白棋想对他发起什么攻击的话非常困难。这个好像搬这都看上去不是没有特别现实的这个便宜啊或者是收获这样。黑棋这两步棋是很实在的，对，看到了看得见的。看到目数了，黑棋跳起来，现在在这儿。尤其这三个好像也不是那种棋筋呢，你再走一个再走一个，人家一跳不是还是很轻松的就活了。那相比之下这边呢倒更大。而且这个地方现在白棋还欠了断点。这搬的子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哇，靠在这儿。我看就这几步可能李康呢还是是不是看起来步伐有点乱。哎，对，就好像这里呢不是这个要用力的地方，是吧？刚才简单的一尖一小尖呢，那个咱们这棋呢形势啊，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形势呢可能是差一点，对，但是呢还没到崩溃的这个地步，我们可以慢慢下，慢慢等待这个黑棋的这个失误啊机会，特别是这个三十秒钟的快棋呢，还是我觉得还是将来还是有机会的。对，但是你要是这边太着急了，就一直盯着这个走，然后呢人家走的都是这个实惠的地方，也许这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白棋可能是不是有所误算，他一开始被人家点进去这个地方，可能已经受到打击了，然后他跑出来之后他粘上被人就是居然是抓到这儿去，然后一爬爬死，我觉得他可能是看错了。因为从一开始来说呢，白棋把这两个吃掉，然后呢这里呢又这个我们看到是先一长，是等于一开始这个黑棋的就白棋的获得这块的四十目棋呢就早早的就摆在那儿了。对，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边怎么弄。其实本来一开始黑棋走这儿的时候呢，好像这里边还看不出有特别确定的地方。对，哎，就是可能白棋在这块要是如果说是腾挪的好的话，那能下得好一点。哎，这个形势还很不一定，因为它这毕竟很现实。但是呢这块呢可能怎么说呢，这个白棋一下子把它给确定化了以后呢，那么黑棋在里边又捞到实控，外边又取到后势呢，就逐渐的这个形势有点明朗化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对白棋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打击，然后他这个地方看起来步伐就有点乱了。这盘棋呢就是这碰完了以后立下去，哎，对，比较好。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而且立下去基本上顶了小尖，应该能活的，里面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武林里头啊，怎么叫掏心拳？哎，这个就有点那个味道啊，对对对，就是重新开花的，绝对是受到打击了。我觉得是黑棋扳，白棋长一个。然后黑棋顶这儿。哦，
原来这棋是这样点的。对，非常的是这样点的。嗯，让我很吃惊，我觉得可能点在这儿的话，嗯，他基本上断了还是断不开的，人家挡住他是不能挖断他的。一个肯定现在不能挖断，因为这人可以从这儿冲出去。嗯、你要的这个，我估计他是不是还要尝一下？哦，这样，嗯，就先把他的眼位全破掉。那他只怕是虎一个，或者那怎么都行了，嗯、不行。这白棋比较难受，这样下可能不太行。嗯、白棋爬一个在这儿，嗯，然后黑棋抄，白棋搬这个，嗯，粘上。小尖那个，小尖，这样就算把脚做活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因为是快棋吧，嗯、是不是双方在这块儿那个都是一个就是好像纠缠在一起啊？嗯、那个，而且这个特别小的一个局部的地方，和双方互不相让，嗯、而这个地方呢那么那个广阔，那么大，而真是，对，我现在都觉得每个人肯定都希望那个在这争个先手呢，赶紧走到这边，赶紧腾出手。嗯，现在白棋尖到这一下，那黑棋能脱先吗？黑棋脱先是肯定可以脱先，白棋这能点这个，即使就不要这三个，然后这也能活啊。但是就是刚才这个点是不是点的地方，便宜，是个疑问。哎，对，所以我觉得刚才啊，就是黑棋白棋搬，黑的就老老实实跳，那么确保这块活棋，你走这个我就拆回来。嗯，现在这样呢，他有那个好像。白棋又回来一点似的，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这个点是不是点的地方正确。嗯，他如果不走的话，在这个地方，嗯，干脆就脱先，是不是也看起来怪怪的？他可能想在这个地方先手定一下形，嗯，然后确认一下自己这块棋彻底活了。不，我就最俗的走这个。因为你如果断，我再长，嗯，这里我仍然有一步就把你给跳死的这个，你如果啊，那我就加在上面，这底下加那个，我只怕是要脱先了，脱先了啊。那白棋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外面断也断不动。对，你断我就长这个，哦，那你要走别的，我这把这吃了这两个子，嗯，目数相当大呀，这二十多。所以我觉得这个黑棋啊是快快的，这边只要是。嗯，做活，然后呢这个出手，哎，对对对，你也不可能不理，你要不理我这一长太舒服了。嗯，对，那我也走一个，不是这个都不能断的，我走这样，我这个尖呢你还没有走到。是啊，我这边那个很灵活，我可以往外拆，也可以小尖进去，嗯，所以这盖好像没有什么纠缠的必要。哎，对，嗯，赶紧先腾出手来，这最关键。不过呢，这个李康和这个范廷玉啊，都是属于年轻人啊，他们的这个在很多地方呢，都是属于这个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像我们这个都不一定能理解得了他们的这个这个气势啊。嗯。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看棋谱，就是双方可能因为一个很小的地方，谁都不肯让，哎，对，然后就发生了巨大的战斗。对对对对。然后导致了整盘棋的格局。嗯，这样的棋经常能看到。我们接着看。嗯。呀，冲倒一下，然后团住。然后黑棋小尖了一下，把这个先走掉，接上，压这个。他这个把白棋断开有先手味道吗？应该也没有吧。爬了白棋搬住脚上是活的吧？哎，这肯定是活的，哦，就是白棋加一个。这我这边都觉得，既然是这个白棋也是活棋，嗯，黑的也是活棋，在这儿干嘛还要走呢？嗯，赶紧脱先是吧？对，赶紧的。这底下那么大的地方，都很着急了。着急，这俩人怎么都不走呢？对。
和加。嗯，长。嗯。粘上，然后黑棋冲过来。嗯。而且现在终于脱先了吗？终于脱先了吧？嗯、再不脱先，挂一下，这好像是打将了。嗯，对，打将。嗯。爬一个。嗯，爬。白棋扳住。嗯。白棋爬。这个脚上毫无疑问是白棋不够气。嗯。我们刚才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么白棋接下来的问题是，哦，他先抓掉了，把这三个子抓掉，就是扳一下、嗯，这三个子抓掉有那么大吗？就是啊，不是后手吗？嗯，长，然后立下去，立点，嗯，那就赶紧待望已久的这个拆是不是大长？嗯。在这儿，哦，他的控是要围到六路的，原来。张老师是觉得，嗯、这控是不是觉得围的有点太大了？不是，我是觉得这个白的这个提就对他怎么往那儿提一个是吧？嗯，他干嘛不先分头一个呢？嗯、赶紧下去对，你如果接上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三个子应该是无关紧要了吧、嗯、现在对啊就搬这个也好是做哪个应该都不止比这个差吧肯定得抢占一个大场、嗯、我们来接着欣赏他们的棋吧、嗯嗯、而且现在进去了、嗯、他打入的在这儿哦打入的对、嗯、然后黑棋夹住他白棋靠压，这盘棋呢非常的关键，关系到这个山东二队、啊、能否降级啊？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能不能留在这个围甲啊，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嗯、对。那我们看到那个去年的冠军队也是杭州棋院队呢，对，本来是非常强劲的，那去年从围乙升到围甲，直接就打了冠军。嗯、那么今年呢，就又。提前呢，那个降到这个围，就是从这个例子呢，就可以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围甲联赛啊，这十二支队这个水平啊、嗯、是何等的接近。对、嗯，而且呢，年轻棋手非常成长的非常快。对。新鲜的血液呢，补充的也非常的多。嗯。嗯。现在看到白棋刚才靠了一下，在这儿长，然后。嗯这棋要是如果我下的话，我可能更会选择这个。哦，在这儿。对，在这儿。嗯，这样呢，你走这个，我这里呢、嗯、留着一个碰的这个空间。对，在这儿的话，嗯，黑棋会考虑从这边过来吗？嗯，那我就飞这个。那不太好照，这看起来。总之是要在你这里头那个活一块，嗯、这个呢就好像正好被他一个拦住了。嗯，哎。总的来说，我觉得白棋这看起来这一代这一系列的下法有点无心恋战的意思啊。嗯。然后呢，靠了一下之后，嗯，白棋要继续处理这个子，跳出来啊，大跳。黑棋也大跳一个，白棋二路拖在这儿，然后加，嗯，这是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常用的手劲了，接住，嗯，白棋顶住，嗯，黑棋飞，嗯，夹住它。挡住，这个贴回来，这个有先手味道，是不是要挖断它？他接应该先手吧，到可能就是去白棋接一下是吧？没有，他是
飞，现在没去，没走，现在飞这个。嗯，黑棋直接挖断的，可能白棋打吃完了接这个，他也不见得敢断上去。你说如果直接断，嗯，对，如果现在挖断，可能不太行，是吧？嗯，也不一定，你这个很凶啊。这个很凶，你走这个可能他只能跳这个，嗯，跳下去，哎，就现在即使能吃掉的话也不见得能占到便宜，因为这边下去也挺大的，跳这个你走这个他尖，然后是不是在、嗯、这块待会儿一打吃完那块就下尖、嗯、我总之这个挖还是很凶的、嗯、反正这儿有一个挖，但是黑棋不一定要马上走，他、哎、可以先留着、嗯，可以去搬这个、嗯、现在搬在这儿，他这个搬的这个时机也很巧妙，哦，这样就又有转换了，看起来对啊，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换、嗯、白棋也是求变啊，对，因为他前边这块已经落后了，我们说这个时控啊和这个外势都有点落后，所以他是想尽办法的求变、嗯、这个地方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啊，黑棋跳，做活，冲断的，嗯，粘上，白棋活了，嗯，下成这样了，但是这块黑棋现在那有点问题吗？上面，嗯，这肯定不能被黑棋爬到，如果你现在拐在这儿，黑棋一爬就已经活了，对，这一爬、啊、只能弯顶完了走这个就活了、嗯、对，他要杀他的话，你看他开始打僵了，算不清楚的地方先打僵、嗯、这三十秒需要把这个地方的死活全算清，真的是有点困难，好，搬这个，嗯，他是收在脚上的，团在这儿，嗯，挡这个，嗯，贴，就你必须得杀在里边，对，哦，这越来越精彩了，这棋真的下得很过瘾，从一开始开始就这个地方、嗯、黑棋就展现了好多手劲，对对，然后这里呢又展现了手劲，好，点在这儿，我看到他这是，那现在就是把黑棋要放出来吃了，对，嗯，所以呢他要在这儿有所借用，嗯，底下已经是死的了局部，对，黑棋，嗯，他是不是去哪儿打了一将？嗯，他是也没打将，走这，他尖了一个，然后再挖，哇哇，如果走这个他打吃，嗯，他的主要目的还是收回来，嗯，是，如果能收回来的话，黑棋控是不是已经够了？你如果走这个他是准备收回来吗？不知道，他是准备冲出来，是不是有可能冲出来呢？冲出来他吃这个，因为你这个是后手，嗯，所以这个很复杂，冲出来的话，如果说白棋吃回来他 嗯吃这个的话，对，黑棋这儿只要能尝到一个他还能断开他，他吃在这儿吧，吃在这儿、嗯、是吧，嗯，吃在这儿，然后你飞这个还是到哪儿？看我走哪儿，嗯，总之吧，他现在实战是搬的这个、嗯、显然他是有点担心这个下法，对，他搬在这边了，嗯，然后打吃粘上接上，然后吃这个，好，
棋断打踢掉，踢掉。现在白棋这里得补一个，下成这样了，那整个就成转换了，现在就是属控的问题了。等于是他搬了以后呢，这块走完了，最终被他这白顶了好几下以后，还是把这个给吃了。然后他把这个给走掉，搬，然后白棋是顶了一个，顶在这儿。因为他这个边打吃有先手味道，他把这个给吃了。我们先看看他正常的吧。他粘上正常的，他走这个，如果说他把这个给吃掉，这黑棋这里是不是要先飞出来？这块还能破。对，如果能飞出来的话，那我们看看啊，刚才这里是多少？二十七，应该变化不大吧？他粘上，他收气，然后踢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六目。这两块加起来是接近五十五目。这块二十六，那就是八十，对，八十目朝外。那白棋，都算了。那白棋呢？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三十六。如果说接走你这个飞呢，是大差了。黑棋好很多是吧？对，黑棋好很多，因为这个靠不住它这个地方。对，刚才就感觉它断的时候，因为你看它这儿明显，刚才搬的时候呢，白棋挡住。这样的目数呢是可以围到这一线，现在被他白顶了两下，然后这边呢还死了，这里全死的比刚才还多一点。对，因为刚才是飞在这儿了嘛，所以要这样算的话呢，这边呢又亏了。那肯定是不够的，白棋这样下哈。所以白棋可能这个是一个拼胜负的一个下法了。他顶在这儿，如果冲呢，他可以急打。对。这样抓过去，这里有个劫。那么这一冲的话，就是在，是不是应该说是输的更多了？对，这个目数是肯定没法比了，反正这两个切下来太十几目呢。我们呢，今天呢是一共准备讲两盘棋，是吧？对，有一盘呢是这盘棋呢是决定这个。谁会降级、那么呢我们待会儿再看一盘呢，那个比较关键的棋就是谁呢能够拿冠军。对啊，因为今天呢是中信和这个山东呢是一个那个非常关键的一盘棋。那么你看咱们是不是这盘棋这整个这个大致轮廓也给大家介绍了，尤其这个快棋他们下的也快，我们呢讲的也快，没有这么充分的准备，这样呢那个可能有些是出入啊，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现在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将来把这时间呢也留给那个讲这个下一盘这个冠军的争夺战。下一盘冠军的争夺战呢，稍微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致上情况是这样。现在到二十一轮为止，排名第一的是山东联通队，也就是山东一队，我们说的是哈。然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呢，分别是北京中信队，第三的呢是重庆队，还有第四是百灵队，这四个队都有可能获得冠军。对，当然是。今天因为是山东对阵北京，那么他们两个队呢，谁赢，就是说战胜对方，三比一战胜对方，肯定是能拿到冠军。那么在二比二平的情况下呢，就有可能重庆队就有希望了。重庆队是第一替补，如果重庆呢也没有全取三分，那么贵州队三比零赢了，那贵州就有可能渔翁得利了。没错，就是说这四支队从理论上来说都有可能夺得冠军啊。一会儿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山东对阵北京队的一盘非常关键的对局，就是姜维杰对孔杰那一盘。对，希望大家这两位棋手呢，那个今年的成绩也非常好。是的，那行，那那我们这盘棋呢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执黑的范廷钰中盘战胜了李康，这个为山东景之酒业队呢先夺取了一盘棋的胜利，非常关键。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